康熙来就要调查，就是演艺圈50位男明星他们的眼中看待平常一起上节目的另外10位女明星为候选对象的话，其中哪一位是他们最想要跟他们一起拥有小孩子的人？我们欢迎10位女明星候选人，欢迎。康熙调查局制作单位会设计特定的主题，针对明星们进行调查访问。本日接受调查来宾有，本日主题就是男明星最想和谁拥有爱的结晶呢？明星候选人当中有一些人其实彼此的交情还不错，有的人就互相只是相近讨厌对方。有一个人在女明星的团体当中常常被讨厌，我不方便说谁，但是有一个人常常被攻击。你觉得他今天会因此而在女明星自己的预测当中呈现很低票的状况吗？我本来想说是不是我多想，是不是有很多女明星讨厌她，结果我后来刚才看了预测之后发现真的也蛮多人不喜欢她。好可怕，所以今天在看男明星的票选结果之时，顺便也可以看到自己在演艺圈的人缘怎么样。好可怕，谢谢你做这个无情的提醒。我们特别呢为各位去走访了这50位男明星，让他们说出来说在你们10个人为对象的范围之内，到底他们会最想要。哦，鸭子你怎么印堂发黑？你怎么了？我晒黑啦。谁准你晒太阳的？跟那个白云哥去一趟 Okinawa。你说以私人的状态吗？啊，私人的状态吗？哦，工作工作。他吓死了。可是他在机场被看到勾着白云的手。我没有。哦，真的啊。我没有勾他，所以为什么民众要跟你们两个合照？你要赶快逃开，因为他们只认出白云哥，没有认出我，我不好意思靠过去说，哎，我也要一起拍啊。白云哥比较庞大，他们都认出来是他，所以你们没有，他们没有叫我，所以你是素颜，我就让开。你是素颜跟白云出游吗？对啊。所以今天这一集请鸭子来是要冲人数吗 ？No， 不能，也是因为我这种态度，不能这么藐视鸭子，因为演艺圈还是有男明星看上他的。真的？你们这是什么态度？你们认为只有他就是稳定的最后一名发言吗？他们今天本来都很紧张，因为看到我在这边，他们就安心多了。没有，亲爱的，你的竞争力蛮强。对，可是我们先讲好，不见得是有恋爱的过程，只是对，有的时候他们只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孩子而已，他们不一定是要干什么。他是为了，请问那个是葡萄吗？哦，我改名字了，我现在名字叫做明立可白，立可白。你何必讲一个你根本无法完成的愿望呢？没有啊，不会，明可白感觉是有力量的感觉，而且就像一张白纸啊，不，白纸可以吸收很多知识。你为什么比以前更黑了？对啊，我不知道哎，有可能他应该叫米可黑啊。那你有可能摄影棚太热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应该是有一些其他女明星很幸灾乐祸对象才对。大家一看我说我很黑又像男生，不行，你已经要变影子了耶。你的实体在哪？那我手上拿了一份这个大家所做的答案卷，就是这10位女明星他们自己预测说10个人当中。最受到男生在一起生小孩这件事情上面欢迎以及不欢迎的对象会是谁？哈，在看完50位男明星的结果之前，我们先来看看10位女明星心目中的预测吧。那他们也写下理由来了。嗯，首先呢，大家都很用心，所以写的答案都非常的丰富。第一张呢，我们看到是殷琦小姐，讲出来名字啊。像一般人的印象，他认为最没有希望成为男明星喜欢的、拥有爱的结晶的对象是，殷琦认为是鸭子。非常合理啊！不要瞪我了。殷琦写说鸭子会排名最末，是因为只有个性好，没有。他应该是在吃安眠药的时候写的。我想是在他清醒的时候写的。马奎奥，哇。好吓人哦！马奎奥认为最受到男艺人欢迎、愿意拥有爱的结晶的对象的是，他选择了丁小晴。而马奎奥给的这个日文字是好的。马奎奥，请问里面谁是坏人？你写刘一星的。你给刘一星第9名，也就是他在所有的人家感兴趣的对象当中，他几乎要排到最后一名去了。对，所以刘一星的重点是
我觉得小孩应该不会听他的话，老公也不会听他的话。为什么小孩会不听他的话？我觉得他就是看起来还是个孩子吗？也没有那么年轻。哦，意思是说就是好像会被小孩子看不起的那种感觉。被小孩子骂掉，对对对，意思。现在是米可白的答案卷在我的手上，不要念错，一定要。米可白认为，十位女生当中最没有办法受到男明星想要拥有爱的结晶的对象是刘一昕，又是他，怎么又中箭又中又中？米可白也就是葡萄所写的理由是，一旦刘一昕卸妆之后，男生会以为她是跟两个不同的人在交往。写来 PK 卸妆，你爱卸好一点吧，你真的可以跟他 PK 耶，反正你脸上大部分的位置都是在毛发。他应该是刮胡前跟刮胡后吧。好，这张是瑶瑶小姐的答案卷哈。瑶瑶呢，她认为男明星最想要拥有爱的结晶的对象是十个人当中的王颖平。瑶瑶给王颖平的理由呢，就是她说她身材丰满高挑，声音温柔，是梦中情人。而瑶瑶给最不可能想要拥有爱的结晶的女明星是谁呢？瑶瑶给的对象是米可白，她说她是男的。她的胡子很旺盛，你知道吗？那些卸妆就没有她了。好，刘一昕小姐呢？她心目中认为，最不可能让男明星想要拥有爱的结晶的对象是欢欢，因为男明星不会想要冥婚。哎呀，太可爱了！不会，我觉得很可爱啊。丁小晴小姐的答案卷，丁小晴认为她给 Makio 的是第一名哦，所以你们两个人互相给了第一名。好，丁小晴给 Makio 第一名。他说他乖巧孝顺，然后看不上他的男人眼睛应该都瞎了。然后丁小晴给了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第九名，丁小晴给第九名，也就是他认为这个人倒数第二能够引起男生感兴趣。丁小晴给第九名的对象是小白，为什么？他说你有被拖垮到，你只有比葡萄有一点点多一点吸引力而已。啊，那我是第八名哦。错，第十。比他多一点啊，比他多一点。可是我比他白这么多。他认为你只有白赢过米可白而已。可是你最近的绯闻男友那个算是加分还是拖垮他？我们问一下另外九位的意见。好。小白跟阿 Ken 传绯闻。你们认为这个有帮他提升还是帮他降低？觉得提升的请举手。哎，好紧张。因为我本来不认识小白啊，然后因为这一次的关系，我才知道小白。然后可能他就有比较多机会。所以不全然是负面的啊。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杀伤力的小白呢？哇，是啊。他的答案卷，我非常意外的，他对刘一昕的评价是。皮肤没有很好，个性很假。哇，原来他个性又是假。我要解释，原因是因为我们一起上卸妆那一集的时候，那个彤彤的杀伤力很大，然后一直攻击他。但是我默默的有觉得他用洋芋片，就吃洋芋片用筷子这件事，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环保的一个行为，就是用洋芋片夹，就是用筷子夹。没有，各位观众，没有人会在家里吃，或者上面吃洋芋片会用筷子。没有味道。然后就呼应到他们说的被小孩看不起。我想要呼应到我，看你讲说有一个女明星被大家讨厌。刘一昕不要担心，因为在男明星的眼中未必名次会那么后面。我很期待。好，我现在手上保留三份答案卷，不要揭晓哈。那这三个人是王颖平、欢欢跟鸭子啊。那他们的意见我们先保留一下，因为我们先要来看一下，根据十位女明星你们自己的预测之后，名次是怎么样？好，好，最
然会被五十位圈内的男明星认为想要跟他一起拥有爱情结晶的十名的排名，也就是说第一名就是表示拥有最多男明星想要跟他拥有爱的结晶，而第十名就是表示最少的。我们呢先从中间部分来看一下哈，汉典，请你为我们揭晓第六名好吗？第六名，算安典了，算安典了，算安典了。蛮惊讶，他那么中间的耶。第六名是一个很神秘的名次，就是表示说，其实大家平均下来以后，欢欢小姐的积分不低哦，她在中间。可是欢欢就是老棒生猪吧？对呀，给你开玩笑的吗？开玩笑，开玩笑。我给我自己的评语也是七月快到了，你知道吗？开了吗？开了，朋友他们都来了。OK， 所以欢欢你。还满意自己在中间吗？还是你认为你应该很高？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来比较像婆婆代表，不瞒你说。所以现在你在第六，就表示七八九十应该压力很大，就应该是有点大。除了鸭子之外，我没办法想象谁会在欢欢后面。七月要到了，我再告诉你一次。我们先来，滚轮也有关的时候。我们现在揭晓比欢欢领先一名的那个人，看看大家觉得是否统计出来结果是合理的。好，哇，好，来，汉典，请为我揭晓第五名。第五名到底？快点吧！谁是谁呀？是有点稍低了。你们觉得这个对你稍低了，对不对？低吗？我觉得应该还要再高一点。错了，还不错。错了。你有料到你只比欢欢领先一名而已吗？我觉得很高哎，欢欢姐，我本来就把我自己也排在欢欢姐的前面了，但是我把我自己排在更前面一点点。你觉得谁是本来就应该要赢你的？哦，王以平要赢我啊，然后马奎尔也要赢我。哦，谢谢。这样就有两个，就两个而已，因为我排我自己第三名。你也太抬举你自己了吧！我们现在就让瑶瑶来见识一下谁排在你前面一个。好紧张哦！女明星自己预测的最受男明星欢迎、想要用爱的结晶的第四名是汉典，请为我们揭晓。快点！谁？英奇才第四名，好好哦。英奇不是一或二吗？没有，我觉得还好。没有问题。你好假哦！女明星在暗中都讨厌那个最假的是小 S 自己，没有，英奇真的，她除了药物残留之外，我想不出别的缺点了。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是因为她已经是死会了，大家会觉得她已经是那么优秀的梁鹤群梁先生选的优秀的女人。如果你这个推理成立的话，等一下我们揭晓五十位男明星的票选结果的时候，英奇应该排在很后面，很后面这边，因为照你说，大家都尊重梁鹤群，就会让掉。英奇去录梁鹤群的节目，然后就在网络上面发言说：“大家看得出来吗？我今天录影录了一整天，好愉快哦。”所以表示说他来录空姐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是，不是吗？真的不是这个。你只有录梁鹤群节目才开心。才没有录开心。难怪我刚刚在他进来的时候看到他不开心的表情。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要赶快回到他家？没有，我想要继续录多一点。录多一点。然后回去跟梁鹤群抱怨我们节目。鸭子小白真排名，犀利有话直说。小白啊，我只请你讲一件事情，在女明星的自我预测当中，你觉得你会比鸭子排在比较前面？后面。你觉得女明星的自己预测，你跟小白谁会排在比较前面？我的预测。对，你认为你是排在前面了。对对。小白感觉像匹马，你知道吗？小白像马，可是我看不出来你像什么生物。就是。所以我们已经揭晓了一个瑶瑶没有料到的，没错，竟然压倒她就是英奇小姐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上走的话，我想你就会越来越服气了哈。女明星自我预测最受到男明星欢迎，想要共同拥有爱的结晶的前三名的第三名是谁呢？第三名到底会是谁呢？谁啊？好高，很高了嘛？你没有料到吧？第
第二是谁？云润应该第一是不是？因为他的平常的人，然后感觉就是很温柔的感觉，然后马克杰是比较豪爽一点。黄颖婷，你自己觉得第三符合你的地位吗？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应该是七八九十。怎么可能？七八九十太假了。因为他真的得失心很重，真的吗？他连来上卸妆单元，然后他卸了妆之后，我只是稍微讲了他几句，他就当场落泪。啊，我承认，所以可见他有多在乎旁人的眼光。因为他受委屈啊，他觉得我没有，现在所以他心里一定觉得自己应该就是第一或第二名啊，所以第三是委屈他了。不好意思，没有，我真的。不要哭了啦！不要哭了，冤枉我真的没有，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我给自己的排名，我老实说，我给自己排名是第五名，因为我觉得我在不上不下也没有就是很期待，或者对你来说应该算蛮好的，有让我惊讶到，真的。那你知道接下来还没有被揭晓的人士当中呢 ，Markio 大概对自己很有信心，应该是 Markio 应该就是一二名吧，我很容易会滑倒的那种人，我以为一我应该是一二三，哎，怎么三还没有啊？就想说我好紧张。可是 Markio 怀孕的时候也不能喝太多酒。如果爱上男人的话，他可以问男什么就会不喝酒。前两名有一些你们没有办法料到的哈，真的金小七谁啊？我们呢要让大家看一下。第二名是谁了？好，第二名哦，来，请我们揭晓女明星自己预测的第二名会是谁呢？会是谁呢？丁小晴，好高哦！丁小晴，我觉得她这几年好像给人家印象跟以前很不同。不同哦，对。可是她自己讲的没错，她是距离型的女明星，不会莫名其妙喜欢她。所以如果等一下男明星的票选丁小晴比较高，还比较合理一点，对，是不是？女明星自己选她，你觉得比较奇怪？好，那哇，后面对于很多对某位人士怀抱恶意的人呢，我们现在来看女明星自己预测的第七名会是谁了。七名，哎呀，排在欢欢后面的这一位，也就是排在我后面，真的女明星自己预测觉得啊，男明星不会那么想要跟她拥有。所以欢欢之后就是非人类的竞赛吗？欢欢背后应该表示是有各种血统的人啦，各种血统。这个第七，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不会高兴这个名次的哈。陈汉典为我们揭晓第七，没问题。第七名究竟会是谁？没有第七名吗？没有第七，很高啊！刘亦菲，刘亦菲，刘亦菲七不？七不可能。他应该比七高才对。对啊，可是如果是以瘦不瘦女明星欢迎来讲，第七算高吧？啊，因为后面还有三个电影。女生会高，不接受。小白啊，我只请你讲一件事情哈，在女明星的自我预测当中，你觉得你会比鸭子排在比较前面还是后面？后面，后面。你会排在鸭子的后面吗？这样子啊。因为鸭子姐姐身材还蛮好的，鸭子姐姐，姐姐，鸭子，你觉得女明星的自己预测，你跟小白谁会排在比较前面啊？我的预测，对你认为你是我在前面啊？你认为在前面？在他前面，在他前面，你会比他受欢迎？哪来的 idea？ 没有，我的名次有点反过来了，我的排名是反过来的。你写反了？我写反了，但是。差不了多少啊？怎么可能？全部颠倒了！到底在玩游戏啊？大部分人都认为鸭子会比小白前面，因为他们都想多了，他们觉得还要陪小孩玩，还要。如果纯粹从生理观念来讲，恐怕我们现在讲的是基因。所以小白如果从男生观点可能，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女生观点是这样哈。是。王颖平呢？你觉得鸭子跟小白谁会在比较前面？感觉像一匹马，你知道吗？不要再讲了，伸出来像马脸。小白像马，可是我看不出来你像什么生物。就是有一种混血的什么品种，可是混血的马啊，混血。我觉得他就是刚刚修炼成型的一个蛤蛤蟆，还是说什么？好，那我们就来揭晓第八了哈。第八了，拜托是我吧。我们越来越
毕竟女明星自己预测的最后几个人了，好可怕，那第八名可白没关系啊，第八名可白没关系，九是我就好了。姐姐不要输给我吗？鸭子，你不能忍受自己最后，对不对？我没有办法输给他，我要他吗？我们来看看女明星自我预测排名第八，也就是倒数第三，会被男明星想要拥有爱情结晶的是谁呢？第八名到底会是谁呢？你们一定无法想象啊！快点啦！怎样无法想象？鸭子，这只是女明星，对，鸭子，这只是女明星的预测，这不是男明星的。哇！现在我们还剩下第九跟第十以及第一，太惨了吧！好，我们先为大家揭晓女明星自我预测的第一名，最受到男明星想要拥有爱情结晶的对象是谁呢 ？Makio，Makio， 你们觉得是谁 ？Makio， 大声一点 ！Makio， 啰嗦什么？酝酿一下，酝酿一下 ，OK？ 谁呢 ？Makio。这不是男明星的调查，游戏还没正式开始，你们到底会不会玩？这是你们自己的预测，这只是暖场而已。这不是男明星的调查结果。马 Q 有一个很大的致命伤，哎，什么？因为他的小孩很有可能会叫马妈妈。基因超强的嘛，超强的，是，这没有什么不好啊。我们这边女明星的自我预测还剩下最后两个位置，九跟十，哎，也就是两个名字当中带有白的小白，还有米可白了。各位，我们要为大家揭晓女明星自我预测的第十名哦，第十名，我们直接揭晓第十名，残酷的时候要来了。好，第十名到底是谁？为什么？小白。为什么是小白？因为这只是女明星的运动是吗？我们游戏还没开始，Sorry， 小白男明星的调查可能会不一样。你万万没有想到你会输给米可白，不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会第十名，然后七八九都可以接受。没有米可白，你赢了一个人，我蛮开心的。今天十个人这竞争算很为难呢，很为难，大部分了哈，就都是很讨人喜欢。在男人眼中讨人喜欢，那小部分的人是谁啊？因为你强调两次大部分，是，对，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有勇气说全部都是讨人喜欢的人啊，因为有那不讨人喜欢的人是谁？我们打看男明星的调查，我们就会知道了哈。我们亲自去访问了这五十位圈内的男明星，然后呢，来了，我觉得你们起码可以安慰一下自己，就是如果你们的票数在男明星里面得到票数比较低，可是其中有你很喜欢的男明星的话，就可以高兴一点嘛。因为票数多也不重要，万一票多都是你不喜欢的人，你也不高兴。如果王力宏选你，这应该很值得开心吧？开心，胜过十个人选你。我们没有王力宏啊，没有王力宏，所以就是一些拐瓜裂枣嘛。女明星争排名，投票对象很重要。我们为大家揭晓第四名，第四名是，有点好奇是谁？是谁？是谁的？请为我们揭晓第三名，谁？我以为是第五或第六啊。好，等一下，我有另一个选择，对他们还蛮好的。你那什么大嘴大的口气啊？你不客气到你了。对啊。我们访问到了五十位线上的男明星，看看现场十位女明星，谁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呢？恐怖的来了，这个才是重要的。恐怖的来了，五
十位男明星的调查结果，他们最想要拥有爱的结晶的对象会是你们十位当中的哪一位呢？好，前半部我们为大家揭晓，冒手汗，第四名。其实很高哎，你会超高，你会嗨翻天了，嗨翻天了，嗨翻天。请为我们揭晓男明星票选的第四名最想用爱情结晶的对象是第四名是耶，所以比你自己第四名已经比刚才女明星的预测要高一名，超高。Okay, 这个比我预期的高很多，厉害高了，真的耶，我有点吓到。我有点好奇是谁选择谁的，我们来播放给大家看。只要瑶瑶，为什么会讲瑶瑶呢？因为以前跟她合作，感觉这女孩子很直白的一个人啊，直白没什么不好。那直白的人呢，身材又好的女孩子也不多，所以纵观这十个人，也不是没有大家身材不好，不是，是我看了那么多，瑶瑶最 OK。最想有结晶的话。我应该会选瑶瑶，因为完全不认识，所以很有新鲜感。接近的话，我会选择瑶瑶。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她平常可能是那种傻大姐啊，她也没到大姐啊，就是傻乎乎的样子啊。对，那我觉得她比较好掌控。我必须要说，投票给你的这几位算是阅人多矣的人。真的，可是我觉得男人怎么可以一直看那种好不好掌控的？对啊，这个很不实。他们也没有越肤浅，他们也没有在管那个结晶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在看基因，他们有看基因，说身材好。意思就是说好掌控，就是说如果有了孩子的话，他会乖乖在家里面认份的带孩子，他就不会。认份应该是米可白吧？对啊，我看起来比较认份，怎么没有全程？是有他基因啊？哎，你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更高的名次上面啊？下他得到的票包括赵哥，其实赵哥是很多女生喜欢的对象啊。对，我很惊讶。然后 NONO 应该其实女人缘蛮好的。对 ，NONO 哥真的是，但 NONO 哥真的还蛮挑的。可是你有一票是废票啊，因为有一票是因为不认识他就投他。哦，对，唐志忠。我觉得算，因为能够不被唐志忠认识，算是一个杰出的奖。恭喜你得到了不错的名次哦！那再往上走哈，往上走，往上走，上哦，真的哦。男明星最想要拥有爱的结晶的，我们进入前三名了哈。没问题，请为我们揭晓第三名。第三名到底会是谁？谁？其实你说为什么的原因是，好，你想，我以为是第五或第六啊。啊，不是更高？不是更高？没有更高啦，怎么可能？因为他怎么男生应该不会喜欢，对，没有，是你刚才因为我不好掌握，不好掌握，对，他自己喜欢，因为他们交情好，可他很客观的判断，他认为男生并不会喜欢他。所以你有帮他介绍过男生，然后他在现场大摆臭脸吗？他吗？他常常啊，但是他很厉害，那很多男生就会因为这一点还喜欢他，就是觉得他很酷。所以对丁小晴，你自己觉得你个性是一个很机车的人吗？对待异性上，应该有一点点。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把票投给你了，好，我们播放给大家看。丁小晴，为什么？他真是秀外慧中啊，里外兼备。而且呢，你会觉得他是动静皆宜，也就是宜家宜室，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丁小晴好了，因为我喜欢他蛮久的，然后他，我觉得他的眼神蛮野艳的这样。我喜欢丁小晴，女生呢，其实重点就只有一个，我喜欢娇小可爱。那我心目中最想要的爱的结晶是丁小晴，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长得就是。所以那个结晶啊，本身也会变成日本的那个小孩。是啊，我们他以为他是日本人呢，他以为他是日本人。如果最好是日本人女孩，那我不是吗？对啊，你才是真正的日本人呢。对啊。可是丁小晴的日系风很浓厚哎，而且他说娇小可爱，鸭子更娇小啊。我没有娇小可爱，鸭子还在吗？不是，我们今天拍这个 VCR 是要让。
观众看了之后说谁啊？有点想知道是谁。我必须说，狄志杰这票来得很古怪。为什么狄志杰不先卸妆？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认识他，我们以前一起对，我怎么认识他？演舞台剧？舞台剧吗？我这是玩好像工作吧。Circus 的 Eason， 然后号角响起的两个人都是。对啊，都是强，都好年轻哎。对啊，都好小。被他们四个喜欢，你有觉得很高兴吗？蛮感谢的。我调查一下，不感谢吗？我觉得他的票跟瑶瑶的票比重很不同哎，就是瑶瑶那边好像是比较厉害的男士们。可是我觉得夸了级差很多哎。哪一边比较好？这边的比较好。你说那边的那些老江湖比较，那边的比较该怎么说呢？比较匠气，就匠气。喜欢芳芳的是我们有去著名的鬼屋拍摄吗？还是凶宅？我们肯定要访到娱乐圈很前面的人，所以说不定。你不要小心，你旅居国外，还真的闹鬼鬼。热情终于说出口，因其幸福洋溢在心头。朱冠正十位，当然是选择这一位。是不是完全没有一个缺点可以挑剔？好吧，康永哥，CD， 这是小弟个人的浅见，谢谢。他是在借我们节目告白吗？杨哥群真的是亲门踏户哎，就自己那么多节目不告白，好像我们 VCR 里面告白什么啊？好想跟你生小孩哎！告白哇！你比较想要被这两批男生的哪一批喜欢？我比较希望是浩翔，浩翔，没关系。为什么你又喜欢他们两个？是不是？我觉得他们两个还蛮很可爱的，然后我常常跟他们工作，然后我以为他们会选我，失望了，得失心有这么重吗？没有，我就觉得说，哦，对他们还蛮好的。你那什么大酒大的口气啊？你。我懂你的心情，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对，被背叛的感觉。所以马 Q， 你现在有气到很想要喝一杯吗？对啊，现在几点了？10:45吧，差不多。OK，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50位男明星票选结果呢，排在，我们要开始进入后半段哈。后半段。英琦，你觉得你的名次会比小白高还是低？高的啊，很难讲哎，我觉得。OK。因为现在男明星可能真的不敢惹梁鹤群吧。没错。所以因为有了那个大哥的阴影，结果他排名会很后面。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一个大型障碍物了，所以你就没办法在那个。陈汉典，是。我们现在看，我要看第十名。第十名，直接就跑到第十名。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名到底。不要怕，了不起是我。好可怕。No。英琦这个角色是废掉的，真的，他等于被演艺圈的伦理所害，已经被绑住了，不用难过啊，我很开心啊，投票比例还是有2%投给你，还蛮高的哎，谁是大胆，是有人哎，好想看，我们看一下投给英琦的，就是梁鹤群，他自己也是投给他，没想到英琦竟然意外落马，得票率只有2%，先来看看到底谁不投他好了，英琦啊，我平常讲英琦是一个看起来很傻，但是心机很重的女孩子，我觉得。你看他在演艺圈这么久是，就是靠绯闻嘛。包括英琦不能选，因为选的话以后那个王牌大间谍啊就不会发我了，你知道。不想要的呢就是英琦，因为其实上次上康熙的时候，我有一次跟他合唱，然后他声音实在是让人家觉得很可怕，然后而且啊他又跟我们的王牌制作人小杨哥在一起，我实在是不想要那个拆散他们。英琦，正所谓朋友妻不可欺。对不对？不可能，因为是朋友的马子啊。看完了男明星不选他的原因，选英琦的那位仁兄呼之欲出了吧？没有错，就是他。中观正十位，当然是选择这一位，是不是？完全没有一个缺点可以挑剔。好吧，康永哥，CD， 这是小弟个人的浅见，谢谢。好感人。哇！感动的快哭了。借我们节目告白吗？杨鹤群真的是亲门踏户哎，就自己那么多节目不告白，跑来我们 VCR 里面告白什么啊？好想跟你生小孩耶！靠买哇！请问杨鹤群有
说过你是完美的吗？没有哎、欸，这是他第一次说你无可挑剔、欸。真的，他在康熙的面前，他在你面前称赞你最好的话是什么？就是很做自己，很会吃。啊，他对我的印象是这样，很会吃啊。对，因为他觉得可能很多女生就会比较做作，明明肚子很饿，然后还是会。就是那样，可是我就是在他面前也没有什么遮掩的、啊欸。可是不好意思，我请教你们一件事情，就是他这次这么高调的跟梁鹤群展开恋爱，我不是要唱衰，可是万一爱情发生变化的话，对英琦来讲怎么办？就是他就留下一个曾经是梁鹤群的女友，甚至未婚妻的名号，圈内男明星会还愿意？可是他就可以发展圈外的啊，不一定要跟男明星。可是圈外也不会喜欢跟梁鹤群排在一个表上，然后勾谁胜谁负、啊。我也有过去、啊，选有国外的啊，外国人。你有过去吗？哎呦，笑笑笑，这些话还蛮熟的。对啊，你看这还不是很有可能觅到良缘、嗯，所以不会有伤害。哦，不会，很多男生也不愿意跟他连在一起，可是最后你知道， okay. 真爱就是胜过一切。是，可是不可能是圈内的人了，是不是？也很难说，也不一定，因为你看马 K 有几个都圈内的，几个都圈内的几个啊，拜托、哦，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一恋爱就蒙上眼睛了。你现在应该我讲这话像乌鸦叫一样吧？你应该都一点都没有觉得你们会有障碍，对不对？不会，我觉得人生很难讲，我都有做好心理准备。会不会醒来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我知道，我有看全面启动。哦你现在在第几层啊？你有说明啊？我跟他说明了吗？我全面启动，看全面启动。你看得懂吗？看得懂吗？没有，他会之所以看懂，是因为小梁哥在旁边教他啦。哦，解释。小梁一定，梁鹤群应该只是看完整部全面启动以后，告诉他说片段，这只是一场梦，这只是一场梦，这他完全不知道演了什么东西。是注解。所以我真的很看好他们两个，我觉得他们俩超配的。哎，所以你亲吻梁鹤群的时候，现在应该是整浑身都发热吧？就是刚好是这个阶段。哇！哇！因为那个，我跟你讲，这个阶段是最要好好把握的时候，稍纵即逝。你说现在你跟几些人？没有，我是最了解，最知道嘛，最知道。所以表示说呢，英琦这个位置算是废掉了，因为大家尊重梁鹤群先生，所以不是废票，不是真正出于这个生理的原因而做这样的判断。也就是说，等一下揭晓第九名才是真正的最后一名。哇，这好残酷啊！告诉大家，五十位男明星所票选的，他们会最想要拥有爱的结晶的对象当中，排在比较后面的，比方说第六名会是谁呢？第六名，来，我们看一下第六名是谁？第六名是谁呢？谁？小白。所以你们。神起来！当然，小白你收到姐姐的表示有别的女明星要倒霉啦，有别人要哭了。第六名算低吗？对你来说？不会，我觉得好开心哦，谢谢谢谢。起码后面七八九是垫在他后面的。我好开心哦。鸭子，你这次应该觉得你会？我一定要第五。我要第五名哦。戏外赌，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我比较好，就算鸭子在七八九当中哈，那另外还有两个人会是谁啊？对啊。我觉得我应该是第七吧。米可白，你觉得你会在后面？因为男生不喜欢太黑的。他摆在第七名，然后以我们对鸭子的有信心，他摆在第八名的话，那第九会是谁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欢欢鸭子鸭子。我重复名字有点。好，我们先看看投给小白是哪些男明星。在众多选择小白的男明星当中，只有一位男明星肯露面。好啦，看看他是谁好了。我想选小白好了。对，因为其实刚认识，所以要支持他一下。看完好的部分，那不选小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就是小白吧。为什么？因为他跟阿 Ken 拉过机了。我不太适应，就刚生小孩的时候就会想到阿 Ken， 没办法 ，Thank you。小孩一定属马，对不对？不一定跟我的生肖合。对，他真的是一个
感情非常奔放的女生，但是因为她现在感情被那个 Ken 哥所虏获了，所以我就祝福她跟 Ken 哥，那我就不打扰她了。没有好的，没有好的。哇，我本来想安慰你，结果没有，我现在没有这边票数，唯一的一票是黄金。黄金轮票很大哎，好像哎，很轻嘛。对，你知道黄金轮认识你吗？或者是他只是想成是别人？我们有见过一两次，碰到。在公司，在对，就以前星光的时候。OK。黄靖伦有抵过十个 No No 吗？有，可我也认识 No 哥哎，是 No 哥，是不同歌手挂，那我可能比较虏获歌手挂的心嘛，所以应该要再访问一下歌手挂这样。哦，对。这样我是自我安慰吗？还是其实不错？我觉得黄靖伦这一票不错、啊，真的好哎。那其他那几位是开你玩笑啊？就是也是因为 Ken 哥的关系，所以。这样吗？所以你觉得值得吗？就是跟阿 Ken 也不见得真的有在一起，可是却换得大家都不敢追你。对，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影响有点大。刚那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就是因为那天是大家都有喝了一点酒，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干嘛，然后上车很快就被拍了，很快。只有你们两个人上车？因为其他朋友，因为他不能开车，他其他朋友来开车，然后还有我们的朋友都要上车，可是因为我走在前面，我们就先上车了。但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干嘛。所以里面说你们俩有接吻是假的？嗯，没有吗？没有吗？讲真的，你抿着良心不要跟我说谎。我不想啦，我不想。压力大，这样。这一个过去的事情。还是被强吻？就是有？没有啦，没有啦。好可惜，好可惜。没有，你叫他秉着良心发誓，他没有办法这样做。我知道，有时候喝醉，人可能情绪到了会。没有啦，没有。你有幻想新闻出来以后，他会找你好好的跟你？我们还是有联络，而且就是我后来继续录大学生之后，我们还是都有见到，而且大家都会开我们玩笑，他也很坦荡荡的开我们之间的玩笑，所以我也没有尴尬或什么。可是开玩笑之下，你真的笑得出来吗？笑得出来，我很开心。那就他也是开的很夸张，然后我不在的那一段时间里，桃姐也都会一直开我们的玩笑。马 Q， 以你喝酒的经验，喝到被男生送回去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能分辨是谁送你回家，是不是？如果真的很醉很醉的话，是不晓得是谁送的，因为连丁小琴送我都不记得，我也是男生送我回家，是他送我的，所以喝很醉的话是真的。所以那样就不、啊、那样就不用讨论了，对不对？如果那么醉的话，那么醉的话，所以当时你知道是阿 Ken 送你回家吗？他后来没有送我回家，我后来是自己回家的。可是你知道旁边的人是阿 Ken 吗？知道啊，知道啊，因为我们就是我也知道纳豆他们那边都懂。所以他没有醉到不晓得。没有醉。那时候女生的心情会是什么？就知道那个人是谁在旁边。就想说可以亲一下啊，就是有一种可以啊，所以也还好吧。我觉得因为马 Q 你喝醉也亲过很多人啊，很多啊，多到我好像像那个谁啊，那个演员谁啊？谁啊？哪一个？请问，好话啦，请问当时亲了以后，是不是心里甜甜的，觉得哎，说不定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会期待吧，因为想说已经都到亲嘴，一定是有互相有点好感呢、啊，我才会让人家送我回家或怎么样的、啊，然后想说要碰一下牵手啊，然后再亲一下，就是心里一定是对这个人有感觉，有感觉才愿意的。所以你真正伤心的是这件事，对不对？你以为他会好好再继续下去发展？没有，他对我不错啊，他对我们大学生都很好啊。我知道他的情绪了啦，他是在难过，说既然没有再继续下去，我觉得是这个。然后他当时竟然还有一点放感情，也不要这样啦，没有啦。回想那天晚上的一切，是觉得很甜蜜吗？也没有甜蜜，因为没有谈恋爱，不算甜蜜吧。就所以欢欢，你觉得小白应该要醒过来，就当做一场春梦就算了，是不是？根据我个人经验，演艺圈的男人。尤其是演员啊，头发现在脱掉了，他已经快要消失了，所以他赶快抓紧。你撑伞吧，我想这么头转不过来。你不要一抓，然后一整把这个下来，这样子。我是觉得说，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一场电影，那个你刚逢场作戏，对不对？全面启动，全面启动一下场梦。可是人生有一点这种小插曲，很开心啊，还不赖，还不对啦，甜蜜的小回忆，还不赖。爱面子的女明星们，输人不输阵。想知道更多劲爆调查内容吗？明天继续看《康熙来了》。